今天会让我这么煎熬吗？会。敢吗？再前进一点点没关系。不是啊，他一点来势汹汹。太难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太爆撩起来》，我是乐乐。好，今天呢，来到位于我们高雄小港的亚博会馆。为什么要来这边呢？我当初看到这个企划的时候，我觉得根本为我量身打造嘛，人称羽球小公主就是我本人，好不好？今天要来跟他们亚博会馆的那个羽球队来 PK 一下，确定呢？要跟我 PK 是不是？没有问题，我已经蓄势待发，养精蓄锐。昨天9点就上床睡觉，就是为了今天来跟他们 PK。废话不多说，走起。我现在呢已经换上了我们羽球队的服装，然后我们看到我身边两群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教练团，欢迎我们的教练团。好，我们教练都很腼腆很害羞，没有关系，我今天就是来热场的。有没有看过球队都会有吉祥物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要体验什么羽球队员的生活，今天就来练习当吉祥物的。我刚才上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很猛，每一个都很猛，我听到这个摩擦地板的声音我都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训练的历程跟他们每一天的训练大概时间是多长？那早上通常就是8点半左右会上来热身做操，对对，然后就进入正式训练课表，然后大概到12点左右。哇，那他们下午还要继续？对，就中午吃个饭休息一下，对，然后大概2点半就练到5点半或6点，这比上学还累耶。对不对？他们几乎没有太多中场休息，就只有中午的时间可以休息，所以是每天固定的一个 routine。差不多每天1到6左右都是。1到6，只休礼拜天，所以他们的人生基本上都在做训练。对，可能就一半都在球场度过吧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再度 respect 所有的球员。那教练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像他们可以打成这样子，这个程度大概要从几岁开始做训练？国小1年级左右就可以开始慢慢去接触。我有听错吗？国小1年级还在 purple murphy， 他们就开始打羽球了。对，就慢慢接触。那真的大概要正式训练的话，大概国小3年级开始会有一些校队可以加入这样。那你觉得快乐吗？问这个问题太直接，一言难尽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教练今天就是乐乐也要来体验羽球选手的日常。那像我这么菜鸟等级的，你等一下会建议我先做什么样的训练吗？先做操。这旁边的是我们，也是我们助理教练，对不对？那你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就是羽球选手的训练？国小2年级。很小是你自愿的吗？被找去。但是你是有兴趣的。一开始没有。谢谢你的分享。国小就是开开心心的打，然后国中真的接受训练之后就觉得真的很累，然后坚持下来的理由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就是队友一起，就是一起努力一起撑过来，然后就到现在就比较习惯。所以其实就是你们的团体其实是很重要，你们身边的伙伴给予你们精神上的支持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听你们这样子讲，羽球选手其实是一个还蛮燃烧生命，我觉得运动员都是，然后那个训练过程感觉就很煎熬。啊，今天会让我这么煎熬吗？会。我刚才有听错吗？我是说教练啊，你刚才说要练那个基本功，结果你知道吗？教练说我们来练个发球，然后他就端了这一整篮的球出来，是有多少颗？不知道没数过，你打完就知道了。打完就可以去数数看。这边的教练都这样笑笑的，然后就是说出一些非常地域性的话，所以我等一下真的要把它打完才能回台北，是不是？尽量，这趟球搬出来就是要给我打，就是要清空，对，就是要清空。所以教练说，只要球搬出来，就是要清空。好的，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差不多就可以到这边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教练很配合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开始，要先来练发球吗？对，最基本球要先发过去才有下一颗。差一点。好，所以你可以，因为你可能太多往上，所以你要往前。可以再用力一点。对，再用力一点。我光是发球可能就要练1个小时了吧。你看，眨眼。你可以球拍近一点。靠近一点，对，然后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前推，对，
好，至少我们发进去，只是可能就会被人家杀过来杀到头。因为我这样打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太高了。是国小老师叫不一样，国小老师叫我们这样。通常单打我们会这样啊。可是你们单打这样的时候，那个力道跟我们差很多哎、欸。啊，因为就是发完这箱球练出来的。好，那单打也是单打比较基本。好，一样手拿起来，对，然后球不要往上丢。对对，你正常都是让它自然落下来、嗯。然后自然落下来的时候，一样发对角线吗？对，如果是正式比赛的话，都是对角的发球区。对、哦，国小体育课根本就趣味游戏嘛。国小体育课应该讲求的就是大家球打过去，大家可以这样对打几颗就好了。所以我一样就是要发一个对角线。对，但是可以大力一点。你有听到那个差别吗？我的是那种咻，然后教练是咻。我不知道发几箱球啊，小时候。好猛哦！可是我很少这样子发球的。对，哎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开始比赛，可以开比赛了。那我们就进入到比赛环节。第二步比较基本，应该就是长球。长球是什么？就是从这边底线把球拉得又高又远，拉到对面的底线。也是这样子发吗？就是发上去之后，你会就是上手打的球，上手打的球。对啊，基本我们长球开始就是可以这样球飞过去。好，我发给你打。好。哎、欸。哦，这样有打到吗？有打，但是通常长球我们球要往、哦、要往 上，对，会像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还不错啊，这样可以吗？看起来在三十年应该可以。再练三十年追上我们，我没有关系，我打开心，打身体健康的。哦，很远很远。这个你刚刚练完有什么心得感想？心得就是我觉得打羽球其实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我很喜欢打羽球，可是我就发现说那个技术实在是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你知道国小老师教你的真的都只是趣味性而已，然后等到真的变成刚才他们的训练，我就想说天哪，我刚才打成那样，我竟然才把不到三分之一的球打完。他们平常要把整箱球发完，那个手不废掉才怪，我就觉得实在太强了。结果没想到教练说我要进行双打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来吧，互怕互。但我真的好怕啊，怎么办？接下来就是乐乐要直接进入我们的混双对决赛，我觉得教练蛮看得起我的。那教练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双打的一些基本的姿势跟规则？哦，好，双打的基本规则，双打的范围是外面的那条线，好，就大家看得到最外边那个就是双打线。嗯，对。那发球一样，好，我们发球区双打发球区都是过这条线到。这一条线就是第一颗球发过来的时候、哦、要落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好像、哦、如果落在那边他如果发现就出界就可以得分、哦、对，那一发球完开始打，就是你看到的所有边线都是好球区、哦、对，出去的话就是出界，跟网球的概念有点像，是不是？网球双打也是这样。 对，也是有一个发球区、哦、OK， 好好好，对，那分数一样，就是发球你要都要发对角线。好，那落地这样是落地就得分。羽球现在改落地得分。那你给我一个 KPI 好了，我看我能不能达到。通常羽球是21分一局。21分一局。对。好了，那我们可以打7分。打七分，好好好好，三分之一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哦。那个辛苦我的队友了，好。我队友现在面有难色，受伤还可以打。你们可以照正常打，然后正常，你确定吗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放水放水，拜托，请明显放水。好，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好，来。哇！哎、啊，被一颗时速非常缓慢的球吓到了。好，我教你一个最重要的规则哈，球打不好的时候，第一个球拍先拿起来，保护你的脸。不然会被打到眼睛，对，点最重要，不要被打到脚。很缓慢哦，非常缓慢。多少？要不要看190的杀球？可以。那我们就得一分哦。好，谢谢，恭喜。
sorry。谢谢我们那个两位陪乐乐一起练习的选手们。好，接下来问教练最后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了，没有错，是我的残酷时间到了。如果呢，100分，满分100分的话，你给乐乐今天表现几分？嗯，你可以凭良心讲啦，没有关系。85分。85分，有这么高啊？有这么高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你都打得到球，而且刚好有两颗没过的杀球吓到我了。有吓到你吗？对，有吓到我。那个球有速度过来，吓到我。哎，看一下，还是你要接接看190的杀球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要不要体验一下？好，先三颗看有没有勇气承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看一下有没有勇气承受。好，然后我要做什么？你就不要尖叫，他球摔了，你就尽量用球拍去碰到球，假的，对，试试看会不会碰到球。有碰到就算过关，对，有碰到就算过关，不用打过去，不用打过去。谢谢教练。好，哎，在这里这个位置。敢吗？再前进一点点没关系。不是啊，快一点来自信。然后那边玩哦。好好好，这样好。哎、欸，我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球在下面，怎么球拍举起来？所以我说对准球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球太难了。还是我们就表演赛好了，你跟教练打一下。哦，不要，我被杀肚皮怎么办？好，那我要发球给他。啊，我发给他好了，我帮你发远一点。我帮你发远一点，好，我也可以站远一点，好，很远很远，哎、欸，差一点，好，我加油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好，哇，哦，打到，哇，哦，啊，打到，畜生球一颗，这样有犯规吗？没有犯规，对，他得分，真假？对，只要触碰到不是球拍打过去都得分，好，剩两颗，加油，加油。去哪啦？在在后面，最后一颗来，秀发加油，拿好。不是为了原地放弃。哇，没有打到！哇，没有打到！好，谢谢。嗨嗨，我今天完成了我的一日羽球选手体验，我觉得非常的辛苦。我刚才前面讲的什么羽球小公主，不好意思，全部都帮我剪掉，对不起。人称。羽球小公主就是我本人，他们都没有拿出100%的实力跟我打，我就已经被打落花流水了。那今天其实带大家来这个亚博会馆，除了让大家知道说，哎，我们这边有一支羽球队之外，我们亚博会馆这边还提供给大家很多非常棒的设施。像我刚才进去看啊，它一入门的右手边就有一间很大的会议室，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开会啊，你要办讲座啊，什么都可以在这边举行。再来就是呢，如果说像我们是从台北来的，哎，那这边也有提供住宿哦，而且它还有什么健身房跟 KTV， 你运动完对不对？然后休息一下，晚上就可以 party all night。好，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来到我们高雄小港这边，来到我们的亚博会馆，就是应有尽有，什么设施通通都有哦。那如果大家还想看我去开箱什么样的极限运动啦，什么样的地方啊，美食景点啦，通通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下方哦。太爆六起来绝对带着你到处玩。喜欢我们的影片一定要按赞分享，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来到高雄千万不要错过，到我们小港这边的亚博会馆到此一游。那太爆六起来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